手袁咏琳有着超强的歌唱实力，此前因参加中国实境秀乘风破浪的姐姐而备受大众瞩目。日前她以选手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国际网球大师赛，她透露自己其实是抱着好玩以及交友的学习心态参加比赛的，比赛搭档也都是朋友临时帮忙介绍的，所以是到现场才认识，边比赛边培养默契。她也直言自己本来想报名参加女单比赛，但觉得报名三项比赛的话会太累，没想到自己在第一次比赛中就拿下了30+女双冠军以及35+混双亚军。现在有着世界网球排名积分的她，还笑称自己是不是应该转行不做歌手了。不过袁咏琳也透露今年会推出3首新歌，现在也正积极准备巡回演唱，让歌迷们都很期待。